行了，谷歌把产品发布会都快做成日更了，而且是一个比一个重磅。深度体验了一下他们刚刚发布的 Nano Banana Pro， 不开玩笑的说，平面设计师是真的要不存在了。不多说，直接给大家上效果。这条视频建议未满38岁的摄影师和平面设计师在父母陪同下观看。我们先来看一组对比，同样的提示词下，初代的 Nano Banana 更像是鬼画符，而 Nano Banana Pro 看起来就顺眼多了。再让他写一组陋室名，怎么样？这陋室是不是沉浸感十足？再手搓一组奇遇老师对战孙悟空，绝了！其余的呆萌和认真时的表情切换都能准确实现，不过也能看出来，现在 Nano Banana Pro 对版权的监管还是比较宽松，这时候就可以随意发挥想象力了。比如这张麻婆豆腐的制作教程，过去平面设计师可能要做很久，现在真就是一句话的事。好，咱们再上下强度。说实话，哪怕是我第一眼看到这张图都有些恍惚，是不是真的拍过？整体体验下来，可以说 Nano Banana Pro 算是终结了生图模型的鬼画符时代。虽然偶有瑕疵，但是瑕不掩瑜，最多再抽卡2次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效果。更重要的，这意味着 AI 能够真正理解汉字的结构和美感。你觉得 Nano Banana Pro 生图效果怎么样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